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你知道五月份是什么节日吗？五月份就是咱阿母节，哎，咱讲的母亲节哈，哎，就是这五月呢是很温馨。其实哈，也不一定要在五月的时候才会说，哎，刚刚进来的妈妈哈，哎，有一些表达。其实哈，大家要赶快哈，像我的妈妈不在了哈。啊，即马出来呢，拢是把大家哈，诶、哦，当作家己的妈妈咁看。啊，所以我唱一段阿母的唱，谢谢。马上来接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请掌声哦。阿母的唱歌好听哦。妈妈是最伟大的。